各位异想天开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有一个超级好消息要跟大家讲哦，就是噔噔噔噔，7月8号到7月9号呢，我们会在宜兰罗东的幸福星空旅店要招待大家呢。就是住宿2天1夜，而且呢有包两餐哦，早餐和晚餐。重点是晚餐，我会跟神秘来宾，就是当天会有我和另外一个神秘来宾亲手煮给你们吃，是不是很不错？超棒的吧！我跟你们说，报名费呢只要500元，可是500元呢不是我们自己拿，是500元呢是全部要捐赠给癌症基金会的。所以你们看，做公益。又可以住好的饭店和旅店，然后又可以亲手吃到我和另外一位神秘来宾的烹饪，很不错吧？大家赶快来报名，从今天就开始，然后报名呢到6月30为止，然后7月1号呢，我们会在异想天开的 YouTube 频道呢抽出四组嘉宾呢来跟我们一起共享盛举，赶快把这消息告诉大家。